芦荟的妙用在很早以前，我们的老祖先就知道要如何使用。除了消炎、镇定肌肤之外，在日本更流行饮用，而成为养生的健康食品。旅居日本20年的小鮒慶子，将近60岁，尽管罹患地中海型贫血，但从外表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病态。地中海那时候贫血症的状况是，早上爬起来就是两手两脚，头的半边都是麻的这样子。我没有办法说马上起来，一定要慢慢的等很久才爬起来。24岁被医师诊断活不过40岁，小鮒慶子意外接触芦荟，发现可以改善身体不舒服的症状之后，一喝就是20年。这些好的东西呢，每天摄取了之后呢，它能够帮助你的细胞，它每天给你很均衡的营养，然后呢，而且呢帮助你的，好像说肠胃排泄系统能够让它把每天跑的东西排出去，所以呢让你的血液很干净。对芦荟的深刻体验，让小鮒慶子开始在日本创业，分享芦荟的妙用，而她也从中领悟了保养之道，不是关于芦荟有什么特别功效，而是它提供了细胞营养，让细胞有元气，身体就会健康的自然观念。